好了，我们一开始从我们这一辈子算起，会继续带我们去生死轮回的主因，就是由于我们造作的重业、重习气、罪恶业的这三样原因。总结起来都是练起，都是练起造作的业，所以我们就知道要解决生死轮回问题必须从念头的生灭来下手，但是念头的生灭是由于我们浮于认识、思量、分别，才会延伸计较、好恶取舍、喜怒哀乐，而才造作了很多的业，以及熏了很多的习气。若是你不服于他这些认识、思量、分别、计较、好恶取舍，哪会有问题？所以从这个根源一看，支撑这个念头的升起、流动，能量用尽而灭，一定有一股力量，这一股力量以大手印的口诀，身心人三口诀，就说是气的问题，气的问题。那这个气基本上你不服以他认识、思量、分别、计较、好恶取舍，他会有问题吗？没问题的。那究竟是谁在给予起认识、思量、分别、计较呢？都是由于我们八识心的运作，这个运作呢，在心中就形成了很多的情结，打了很多结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熏很多种子。那这些种子本身就是含藏着有能量来推动它的流动，不停的在流动。所以若是我们从念头下手，更进一步的从这个能量、这个气把它收纳起来，让它不蠢动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念头只够有一层膜，里面包了气，而这一层墨你给它采了色，给它辅以认识、解释、分别，那假定我们把这个墨戳破，让气回归自然，还有这个念头在吗？什么叫做气球？就有一层橡胶的膜，里面包了气。你们有没有小时候玩过吹泡泡？
本来我开示都会有工具的，这一次没带来，不然就可以跟你们分享玩一玩。那为什么这个气被一层膜包住以后，本来它必须里面的气有张力，外面宇宙有压力，取得平衡才能够维持它的存在。若是你继续把这个膜巩固起来，那这个泡呢，气泡呢，就永远的在那边。就像你有一个想法，这个想法是一股气，被你的想法的念识作用把它包起来，然后你就执着这个想法不放，那这个想法所延伸拉出来的念头呢，全部都会被拉到这个小小的执着的心理空间里面。因此你这个想法就一直停住在这边，不能流动，所牵引上来的念头也通通都灌到这个小小的心理空间。所以你整个心就停住在这个地方。若是这个想法起来，形成有形有状，你不去执着它，那这个气就随着它自然的能量的流动而产生附受作用，啪啪啪，一流动完就散掉了，所有的物质、原子、粒子的能量，是不是都有这种啪啪啪附受的作用？我们的能量、念头的能量也是如此。所以问题都出在哪里？出在我们去抓住它，心中升起一个念头，你就抓它，就执着它，让它的能量不能够自然的流动复受哦，泄尽，泄跟泄哈，泄尽，把它泄尽。这个有没有听懂？所以重点就在这里。我们升起的念头，念头本身没有罪，本身也不会造业，都是因为你去执着它，执着自己的想法，执着自己的看法，坚持自己的计划。请问你们跟人家争执吵架，是不是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不肯把它放下来，才会造成两个人的不同看法在那边对立？一有对立，你自己这边就找出更多的理由把它框在你这个执着的小框框里面，所以你心就从
本来可以自然流入的腹受泄尽，变成驻留在一个地方打结。所以我们心中的死结都是因为驻留在一个念头上不放，才让我们心中呢打了那么多结。你们有没有读过《白法明门论》啊？有读过的请举手。好，里面有多少的死结？有读过为师的几位？好，八识心怎么运作呢？清楚吗？都不知道，因为八识心的运作都是根据着第七摩那识的具生我执法执，主取阿赖耶识的种子为我、为华、为实有。所以基本上八识运作产生的念头，你一定主取的，一定执着的，一定有所住的。只要你没成为前，通通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的。而且我们的第六识从眼耳鼻舌身优先摄取外境，产生前五识跟第六识结合，产生具生意识以后呢，它就起了认识跟分别的作用。但是第七摩那识快速的得到具生意识的资讯呢，就根据过去的习气、执着、种子的流动呢，来思量。速度很快的，一思量马上就扭曲第六识所接受到的讯息，命令第六识呢做出扭曲的分别回应。这个速度多快啊，连一眨眼都不到它就进行完了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处理的就是要处理这一些问题，处理这一些你永远都看不到，但是它却很快就在运作的东西。或者你一动念你就执着了，几乎你的动念跟你的执着呢是同时的，分不开的。所以一有念头想法，你一认识，哎，就把这个念头关起来了，你的心理空间就变这么小了。你们这几天盘腿打坐，膝盖会痛的人请举手。好，腰会酸的请举手。当你腰酸脚痛不得了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剩下痛的那一个点那么小，可能都还给你们做了很短，不会那么痛的，是不是？维诺有没有教你们跨后座？不会加扶座的人都要跨后座。跨后座就是日本跪坐，跪着，然后自己的屁股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面，用自己的身体压在自己的脚后跟，这个斜度正好可以让你的脊椎骨呢挺直的，跟人体的供血的挺直一样的挺，不会像军人过分的挺，也不会像你们变成像钟楼怪人一样弯，都不会的。有一次我在台湾呢，办了很多禅期，那一次正好都是各个学校的校长、教务主任、训导主任、辅导主任来参加的。结果我的师兄呢，上去开始，为了要提振大家的精神，没有像你们现在这么好，给你们坐椅子，
全部都夸后座，就他一直讲啊，讲到口沫横飞啊，不停的，就讲了一个钟头呢，看到每个人都这样子，他就问：“你们有长痔疮吗？”说没有，那没有怎么这样子呢？大家就说：“痛啊，痛啊，啊，会痛啊，认识不够。”继续跨后座，他又讲，又讲了一个多钟头以后，大家还是撞着撞着，他又问：“怎么了？痛不痛？怎么撞着呢？痛不痛？不痛。好，不痛，那就继续。”他又讲一个多钟头。结果大家还是在动，他就问他们：“好啊，你们不是都是有哪硕士哪博士的吗？你们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是什么？拿到博士那一天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好，你们现在就幻想把博士帽戴在头上，高兴一番。”过来一下子又撞着，怎么不高兴了？